是消防，你们今天要跟噔噔超变化路凯迪欧对战。现在准备好迎接新朋友了没？对，我给你打蛋吧。好。哇，怎么打？哇，我不看，这怎么那么大？谁可以告诉我？哥哥的啦。美代是你喜欢吗？喜欢啊。哦，好可爱啊。超听话的路卡迪欧，他没有超听话叫路卡迪欧，他叫皮卡丘的张翰，然后他的第一句话叫做路卡哥哥快，然后他是皮卡丘，他穿着九尾六尾的六尾装、哦、卡比兽、哎、卡比兽的哥哥来了，成龙，成龙我喜欢成龙年纪小卡比兽送你，雪晶，为什么？仙女，仙子，仙子精灵跟水精灵。嗯，我中大，美吗？妈妈，我其他的跑到哪里了？这只是冰六尾，冰六尾，哥哥是普通的六尾。哎呀，等我，拿了个神奇宝贝球来。原本的小火龙呢？原本的卡比兽。小火龙呢？没有卡比哦。天哪，怎么出来了？嗯，对，小火龙。今天的朋友真多啊。对呀。又可以啊，小卡比的。小卡比兽在麦当。小卡比。它这只比较大只，站后面啊！哎呦呀。哇。都满了。卡比跟大卡比是好朋友啊，拍照那个吸盘要放在那里。那我是小盘，你是大屏。很多卡利哦。那我们站在后面一起拍。那卡利哦，那卡利哦，你拿着，然后。哇靠！那妈妈，我要抱着他，可以吗？没有，你拿着站后面。高了拍不到，那低一点。嗯，那个大很大。小火龙的头。小火龙头可以不要遮住。这样子。一、二、三。我们就很喜欢玩脱衣服，天气这么冷，硬要把它们脱掉。不是，我想要脸上脱衣服，它比较像真的皮卡丘。真的皮卡丘长这样。哎，那怎么办？那件怎么办？你说完了。它会叫睡衣。因为穿衣服的关系缝起来，你要把它拆开。
可爱啊！我今天可能可以分队哦。谁对战？好，皮卡丘对。现在两只皮卡丘你们要怎么分呢、啊？两只一模一样要怎么分？没穿衣服的一模一样，看到吗？那尾巴不一样，我尾巴这样。哦，它尾巴被折到。嗯，可那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干嘛？我们可以这样是卡比兽，我想试试的。我派出卡比兽睡觉。我整个神奇宝贝就疯了。他也是新的。枪。不想在对战上睡觉，到底是什么挖沟啊？比兽一拳就可以打飞。哦，不需要。嗯。比兽要超狠，火焰拳。你这是叫什么？玛丽露啊。玛丽露。我打。伙伴。卡丘打失败。嗯，那你的帽子帮你戴。万圣节的打扮吗？对呀、啊。我是米米 Q， 我是米米 Q， 我是米米 Q。我换新发。我新发现。他太重了，我觉得最适合的是妹妹老虎，刚好适合。我不要，不行不行，想像我一样不行，这全都是我的伙伴哦，小心当面哇！现在是要去哪搬家、哦？收到神奇宝贝球不就好了？请快点走开，我。是要忙去哪里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我五十饮料吃。可可，可可，不要对妈妈肚子大，快要哭，快要快要快要。嗯，拜拜拜拜，记得记得，如果喜欢记得按赞，如果按下小铃铛，都有新的影片。